外面卖十几块一杯的烧仙草奶茶，自己做成本只需要三块。500克纯净水，50克烧仙草粉，小火搅拌煮开，倒入碗中放凉，它就凝固了 ，QQ 弹弹。准备一勺茶叶，一勺白糖，小火不停炒，炒呀炒，炒到焦黄冒泡泡。加开水和纯牛奶煮2分钟，捞出茶叶，杯中放烧仙草、冰块、奶茶。学会了就不要去外面买啦。